打包的好了，吃的给你打包回来了。明明，喂，真的有用？什么有用啊？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我终于想起来我和妈妈住的地方，过不了多久我一定可以找回失去的记忆的。这次还多亏了你的请红陪我，谢谢啊。这样的话就不用再说了。再上一点，上一点。在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。你们去哪儿啊？马场。巧了，我们去调监控。你们去干嘛呀？骑马。别问我，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。你放心吧。这匹马特别温顺，对人也特别友善。可是我不会骑啊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呀？走吧。你好，这是你们要的客户资料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走吧，我们去找李队还有林涛他们吧。你慢一点。客人记录。可能要让彪哥和环环来一趟，今天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现场什么情况？这片区域去年拆过迁，由于开发商的原因啊，这光拆了也没建新楼盘，就这片区荒着。报案人是一个拾荒者，这个拾荒者呢想过来捡捡漏，结果捡到一具女尸。根据现场的环境还有伤口的深浅来看，很明显是死后弃尸造成。怎么了？我看到他的伤，能想象他之前经历过什么。秦明，你看那份资料看那么久了，你看出个什么没有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找到了第一作案现场，尸体的处女膜新鲜破裂，证明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过性行为。尸体下体有明显的撕裂伤，身上有多处的软组织挫伤，证明死者死前经历过暴力对待，并且激烈反抗过。尸体告诉我们，这个女学生是被暴力奸杀的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。你先回去吧，今天晚上不回去了。我把这些卷宗还有证据再看一看，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线索。跟个泥鳅似的，把自己推脱得干干净净。看来没有证据，他是不会说实话。没关系，我需要的都在这个上面。安然，啊，过来看一下。这些对他来说都是荣誉。他每天醒来，目的是为了过来看看这些属于他的战利品，可这个上面却放着一个玩具车的模型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哎，还真是啊。但一个模型应该还好。